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，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，等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。 任期中断嘅施政报告，陈淑庄议员，请你马上离开会议厅。系回顾嗰个边位议员用灯嘅，马上离开会议厅。因此，我会议现在暂停，请各位议员保持肃静。行政长官、立法会主席、各位议员。 香港人的福祉是息息相關，他們是用這樣的手段，暴力是非常危險的暴力手段，來阻礙這個議會的進行。